我今天再救你一命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要是答应呢，我就把二宝的证件借给你，让你办成二宝出城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把你送到宪兵部队。你想不想出城？行。好，我呢有个表妹，找婆家有点困难。要是你答应日后娶她，那今天什么事都好办。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愿不愿意？我不愿意。哎，柳小姐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哎，可惜呀，我今天本来想救你们出城的，没想到你们这位乔同志这么封建，两全其美的事情都不愿做。哎，老乔，我们还是完成任务要紧吧。你傻了？二六八团？什么二六八团？你们改番号了？ 二六八团是我们解放军的结婚标准，年满26岁，参加革命，满8年，职务要求正团级。你，哎，几连的？二连。胡连长，是你的人吗？是我的人。走吧。是。 几来的？二连的，二连的。走吧，是。走，别开枪。 军座有命令，我们要抓活的。走，撤。这样不行。 分开吧，我没事。你熟悉地形，你们两个就跑另一边。不行，还是我带着你跑吧。别废话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把地图送出去要紧。别整了，快走。是。 救命恩人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，上次你放了我们，真他妈后悔，上次放了你们。那这次你必须跟我一起见他。你，二宝，放他走吧。不行，他是你哥哥。军座要我把他带回去。二宝，他可是你哥哥。那我在执行公务。难道你哥哥的命就没有你的公务重要吗？他是共产党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共产党。 你不让我这个哥哥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国民党的弟弟。带我走吧！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我们可是血肉相连的兄弟呀，都不是冷血动物，难道你们就没有爱彼此之心吗？柳小姐，你不要管这件事。二宝，如果你今天不听我的话的话，我就跟你一刀两断。报告，没找着。 刘小刚，看什么？
他是共军，特种兵中士，刘小刚，编号1507，把俘虏给我押下去。是。 很重要，必须得有一个人出城，北平的地形你很熟悉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。不，还是我去救连长吧。林春，服从命令。二宝，二宝，你不是要我放大吗？这就是代价。你走吧，上次放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扯平了。不过，下次不要再到我们的防区，要不然我的枪可不认你。 回军座，当时田营长情绪非常暴躁，我怕控制不了局面。我大张旗鼓地去抓共军探子，一来表明军座您的态度，二来田东杰是王京堂放的，这样王京堂也无话可说。你是这样想的吗？是的，军座。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？回军座，动用铁甲战车总队影响非同小可，万一这里边出现什么差错，副司令长官怪罪下来。 军座，您也好有个回旋的余地啊。嗯，你说鲁钦什么人都没抓走，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怀疑的对象，还是根本故意不抓？两种可能性都有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王京堂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军。哼，这是中央军一贯的做法。哎，对了，你说。 田营长为什么要阻碍你搜查呢？他是个人原因，恨我。不过他倒不像是真的要掩护共军。好，你可以休息了。是。 是什么人啊？我是孙永顺，我知道谁是共军的探子。嗯？说吧，是这样的，我被那几个共军的探子抓着过。 那在军营你怎么不说呀？啊，您不是说重赏吗？你看我现在还只是个连长。哦。哦，我把这几个人的名字都写在这上面了。好，等我抓住他们，给你重赏，还可以保举你当营长。 谢长官，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对任何人讲，否则我要你的脑袋。明白，明白。怎么样，老弟？你今天折腾了半天，居然连一个共军探子都没抓到。
今天真是活见鬼了！有些事情，你去找了就是找不到，等你不想找了，它却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。你什么意思？ 那几个共军探子在这儿，这是真的。当然，哎，你这，我好把功劳啊，彻底让给你。抓这几个共军探子，由你出面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 放着功劳你不要，今天的势头你还没看出来啊？那田东杰差一点就把我干掉了，又挨了司令的骂。这个李昌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不能乱说啊！李昌义就是想把事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你想一想，我调查这几个共军探子。 上边不支持，底下又有田东杰跟我作对，我就是把这几个共军探子抓住了也不讨好啊，还不如把这个功劳让给你。好，这个人情我领了。嗯，那这个事儿咱们私定。你放心，在你们处座那儿，我一个字儿都不会提。人情做到底。好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 那你可得在处座面前，嗯。处座命令，给我带上几个人，两辆车子。去哪里？不要多问了，这是秘密。是。出发。 干什么呢？宪兵队的，进营房搜查共军。什么？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来捉共军探子的。白天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哪来的共军探子？那丧心来的呢？城防部署经常调动，那三个早调走了。调走了？这样做辜负了军座对我的信任。 违反了中央官校对党国的校训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哥哥知。可是，宪兵队抓住把柄，就害了军座。你犯了他，反而是帮了我爸。要是你哥被宪兵部队抓去了，王敬堂更有说辞了。乔振山可是你亲哥哥。你做了一件好事，别担心了，有我呢。 要是我爸知道了，就推在我身上。谁给你听的消息啊？我在田东杰手下安排的内线呢。会是田东杰干的？那不是他干的，是谁干的？他刚放出来，怎么敢这么干啊？哼，他不这么干，他怎么干呢？那共产党饶得了他呀？哎，那我就想不明白了，白天搜查营房，人能藏在哪儿啊？不过处座已严令城门，不许放人出去。 说人要不出去，就有办法。给我打开城门。您是？乔长官。 保密有规定，晚上禁止放人出门。请问你这么晚出去有什么紧急用吗？啊，城外的长官家眷有紧急事情要处理，我是奉命出去的。给乔长官开门。是。对了，晚上守城门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。处座，刚得到报告，乔二宝出城了。这么晚他出城干什么？ 说是奉命处理城外长官家眷的事情。给我备车，我要防奉李成义。是。
金堂兄，哎，义兄，深夜来访，有什么急事啊？是这样，有件事情需要向昌义兄核实一下。什么事？我的下属告诉我说，昌义兄的侍卫长深夜出城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属实啊？属实，他已经回来了。 回来了。嗯，乔二宝，到。王处长有话要问你。乔营长不是出城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哦，办完事就赶回来了。啊，金堂兄。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有了。那我就不留了。抱歉，打扰了，再见。楚座。 二宝在家呢，在家，我们刚接到消息就来了，哪有这么快啊？刘青，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盯着点这个乔二宝。是。营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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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营长。 大早上的报丧呢，你啊！哎呀，我就是报丧啊！这大事不妙啊，营长！咋回事？这八路他们不见了！你他妈怎么不早说？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昨天晚上宪兵队抓他们没抓到，咋溜走的？这我问那个哨兵了，哨兵说白天那个宪兵队盘查的时候，他们三个说奉谁的命令出来个什么撤岗？我这他妈仨八路也他妈不够省心的啊！ 终于到了自己的地盘了，哎，走啊！连长他们还等着我们的地图呢。你们倒是开心啊！啊，咱们胜利而归，当然开心了。你们开心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不是有一个当国民党的弟弟吗？你弟弟当了国民党，也不是你的错啊。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二宝是国民党的中级军官，又是李昌义的贴身卫士，这些要是团长知道了，还会让我进城吗？对呀，这事儿组织上是一定要审查的。审查？这种事情，等他们来审查，那都什么时候了？组织上的事儿，谁也不好说呀。哎，这个事情你们俩一定要帮我。你说，怎么帮你？你们两个就什么都不要说，这个事情。 我自己来给团长汇报。那咱们就这样，二宝那件事咱们就不提，咱们就说，咱们穿着敌军的衣服混出城的，这样也不像撒谎啊。这就是你说的全局一盘棋。我听。 立功心切可以理解，擅自行动不可饶恕。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没有。做两天苦差事去吧。修建天坛机场的民工当中混入了共党分子，给我查出来。楚座，那个田东杰投共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了。田东杰是一个小喽啰。 你要给我找出隐藏在关键部位的共党分子。是。乔振山回来喽！老兄，连长，报告团长，侦察小组完成任务归来。好，营长，回来。
我们要吃的，这次我们出去什么都没吃，现在我是饿的，前胸贴后背啊。你们两个吃点东西去休息一下。是，你留下来后边工作。啊，是。去吧。 今天开始，我就管你叫大哥了。嗯，来，干杯！好，为咱们兄弟俩的情谊，再干一杯！干杯！干！哎，大哥，嗯，你说这个王景堂啊，这老东西他。 他不是东西，嗯，我本来想在他面前给大哥你美言几句，结果他倒好，一撇嘴，把我训了一通，把我训了。老弟啊，那你说，大哥现在怎么做才好啊？大哥，你我，咱俩，嗯，咱俩不是外人，嗯嗯，你说为这。 为这共军摊子这破事儿，把咱俩弄得都灰头土脸的。我跟你说，只要咱哥俩把这案子给他破了，嗯，把那老东西那嘴一堵，嗯嗯，那咱就翻身了，嗯，翻身了，翻身了，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来来来来，嗯，喝酒，来干。傅作义占用了很多民房，做他的兵营。 而且这些民房都靠近古建筑，这就让我们投鼠忌器啊。现在看来，这只是标注了一些兵营的位置，不太像是作战部署。嗯，我也觉得这些布阵有些奇怪啊。怎么着？ 再给你来一碗，嗯，不用不用，哎，差不多了。哎，您不来碗啊？那就快点吃吧，一会儿咱们谈正事。司主管，那几个共军是被几个人带走的？据说是宪兵啊。他是不是想把咱们的赏钱给贪了？别他妈胡思乱想，宪兵队没有抓，就是没有抓。 这几个共军探子非常重要，他们手里边有重要的情报。如果现在搞不清楚是谁把他们放走了，你我可都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我们的性命远远比这几个赏钱要重要，懂吗？嗯，孙副官，你说谁救了他们，又把他们一下子变没了呢？就是说。 有人做事情，那真是天衣无缝。是啊，难怪王京堂怀疑。啊，现在啊，军统在找我要人，你必须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，否则我就不得不把你给交出去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人家要找你要人，你可就吃不到这个。 烂肉。说一说，在北平的下人。北平很大，人也很多，到处都是鼓楼房。啊，当了几天敌军了，说一说敌人的情况。啊，林昌义的部队啊，纪律特别严格，训练也好，管得也严。那你是怎么混到敌人的军营的？因为他们的部队。 进行整编，所以兵营里面加了很多的新人，还有他们的部队现在正在做一个大换防，这个情报很重要啊。那敌人对城门把守的严吗？从外围战打败以后，傅作义命令封城，所有进城的人都必须严格检查。既然敌人把守的这么严，你们有什么办法混出城呢？啊，这可是有意思的。他们从外围撤退的时候，傅作义有一个规定，就是只让部队进城，不许带家眷。 结果好多官兵的家眷都留在了城外，所以啊，不少的军官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手下悄悄地出来，
照顾自己家眷，不错呀，连这个情报你都打探出来了。团长，我是从侦察兵出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团长，还有守备一军，虽然说是退到了城里，但是他们的单兵战斗力一点都不弱，到巷战的时候，他们对街道非常熟悉，我们的火力施展不开，而且还要躲开古迹，我们一点都不占便宜。你还看到什么了？还有，就是军统特务把持的宪兵队。 仗着中央军的支持，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连李昌义都要让过他们三分。这样看来，打北平，敌人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一定给我严加盘查。吴连长，有没有什么情况？哎，连长，这一上午啊，只有两个送来车，我给放进厂去了。 我跟你说，从你这儿出的车辆，你一定都给我看好。营长，这不归我盘查了，现在啊？什么意思？现在盘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，宪兵队说了算。再起来，慢用。慢用啊。 要我看，那几个共党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大本营了。哎呀，那可就谢天谢地了！哎呀，太高兴了我呀！你美什么呀？他们要是真跑了，谁放跑的？哎，那也不是我们呐！这样一来，各方各面都他妈得找替罪羊。 咱们不是最好欺负的吗？妈，这事儿还他妈得想办法往孙鹏那小子身上推。那可太好了，我想办法。还有，你还得注意一下，看看谁还在打听这件事儿。明白，明白。 来，咱们一咱红四连，狗如猛虎，手如磐石，狗如磐石，干！来，老兄，这是谁在学我说话呀？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坐坐坐，快请坐，团长，坐。伙食不错呀，还有鱼。嗯，北平没打下来，你们就学会大吃大喝了啊。 团长，我们聚餐那是为了乔连长他们胜利完成任务，平安归来啊。那我能参加吗？当然会。团长，我们今天喝酒，还是因为我们连长双喜临门呢。哪双喜啊？说说。一是他胜利完成任务，二是他的媳妇儿又着落了。逗我干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呀。哎，说说说说，咋回事？ 有人给连长他说了个媳妇儿，真的有。曹连山啊，刚才汇报工作的时候，这一张好像你略过去了。没有，有大嘴。是你自己想媳妇想疯了吧？笑什么？哎，笑什么？不许笑！曹连山，这次进城，你有挺多故事啊。报告团长，我是跟他开玩笑的。曹连山，你觉得刘吉瑞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当然是开玩笑了。团长，酒呢？来来来来。 来，希望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。干杯！干！带走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背着咱们跟孙鹏勾搭上了。没有，长官，我没有。是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跟孙鹏吃饭，被我手下看见了。那他给孙鹏打电话。 又特别背我手下看见了，长官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啊。没有啊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长官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说是吗？我他妈到底说不说？长官，我说。说。长官，我可不想跟你们作对啊。那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孙鹏都命令你干什么了？孙副官。
让我调查，共军的探子是不是被你们放走了？哎，哎，孙鹏这归人了，哎，这不诚心跟他作对呢吗？想不想活命？想，想。你去找王京堂报告。报告？你跟王京堂说，那三个共军探子是孙鹏放走的。 没有证据啊！证据？你跟王京堂说，你说那三个共军探子在撤换哨兵的时候，说的是奉军部孙副官的命令，装甲车来找人是个幌子，实际是为了把他们三个放走。我不敢啊。 不敢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放你走。明天的这个时候，如果王京堂没有对孙鹏采取行动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怎么我滚，走吧你！<笑> 对不起，我说漏嘴了。刘大嘴！哎，我那个弟弟怎么是个国民党？你说，他当了国民党也不是你的错啊！我告诉你，就是我的错，什么都不懂，你不懂。我娘生下我们两个以后就死了，是我爹把我们养大。 后来我参军的时候，他要帮着照顾爹，没想到，别难过了，这次能出城也多亏了你弟弟的身份啊！你闭嘴！你什么都不懂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不懂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一件事：上次我冲到敌人的指挥部，抓住了一个将官，后来二宝来了，他用身子护着他。 结果给他们跑了。你知道跑的是谁吗？谁？李昌义。啊？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啊！哎，你说，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你没有开枪，放跑了李昌义和你弟弟，这是你的错误啊！但好像不是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一方面。 是敌军的将领，另一方面是你亲弟弟。难道你真的大义灭亲吗？你是这么去想。可是高保卫的人呢？他们就会想，是我故意放走敌人，没有阶级立场。可你要是打死了你弟弟，我们这次还出得了城吗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报告连长，团长让你去一下。妈的，糟了！报告。 我和参谋长商量了一下，北平城还要再进一趟。啊，我去。态度很积极啊。进北平你是执行任务还是有其他的打算啊？团长，你不要相信刘吉瑞那张大嘴。是刘吉瑞的嘴大，还是你有什么事情隐瞒没报？哎，我有什么事情隐瞒你啊？ 你不说，下次我有什么任务还能交给你吗？哎，团长，进北平你得靠我，我有侦察经验，而且现在对北平的街道我是非常的熟悉，最主要的是我可以骗敌人，因为我有。你有什么？ 你有个孪生兄弟吧？你不光骗敌人，你连你的首长一起骗。团长，我没有。没有？出北平城，照顾家眷，你以为北平城那么容易出出进进吗？
坐下，说吧，把你的故事前前后后、仔仔细细的说一遍。我希望你说实话，乔振山。 我说，我有一个兄弟，是李昌义的卫士。那次斩首行动，在敌人的军部，他挡在一个军官面前。当时我没有开枪，后来看到柳医生的照片，我才发现放走的是。 李昌义，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这是欺骗组织！你有一个兄弟在敌方，这并不是你的错，隐瞒不报就是你的错，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？我错了，可是团长，这次是柳医生和二宝救我们出来的。乔振山呢？乔振山，纵队首长撵你一死，我刚刚恢复了你的职务。这次进北平这么重要的任务，我交给你。 那你为什么没有到王丁堂那儿告发我，反而跑来向我汇报？田东街只不过是个营长，您孙副官是李军长面前的红人，我当然投靠您了。哼，这么说你还不算太笨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会给您办事的。那好，我相信你的聪明。 我要求你现在就回到田东街的身边。啊，我不敢。不安排你见军统保密局的人，表面上你继续为田东街工作，你也可以告诉他，你已经按照他的意图去办了。如果一旦有事，你直接向军统保密局汇报。这，你必须这么做。那要是田东街他们发现了呢？他发现的时候。 就是他殉职的那一刻。哎，你们请啊。现在。怎么样，老弟？跑派遣你说能怎么样啊？哼。我给你带来一个人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他能帮你打听到线索。 功劳还是你的，我让他跟你单线联系。大哥，我得怎么谢你啊？我只需要你闭着你的嘴，什么都不用说，因为我不愿意得罪我的顶头上司。嗯，好。小二，那就围来，来来来。好嘞，来嘞。 长亭外。
的连天，素风吹过冰雪残，春秋花诗篇。山之高，水之长，向山红颜染，朝云暮雨两相随，春色香满皇城边，烽火的连天，素风吹过冰雪残，春秋花诗篇。天之高，地之长，